你别这么说。不说这些了，哥，你最近还好吗？靓仔，住店吗？我们这儿有床位。考虑开这样。星光大厅可以入住食堂休息，用工单位进入食堂招用工，食堂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。我们是由政府用工单位进入食堂招用工，食堂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星光大厅可以进入食堂休息。星光大厅可以进入食堂休息。用工单位进入食堂招用工，食堂提供全免费服务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小伙子，进入食堂休息。用工单位进入食堂招用工，食堂提供全免费服务。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而且老子靓仔醒了呀，我看你脸上有伤，是被人打了吗？来这里工作还是随时要小心，人力市场已经开门了。对了，晚上你
小运工，时常提供全面维护，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请广大群众进入食堂求职，员工单位进入食堂招员工。